Hello， 大家好，见到呢个画面，我哋又嚟拍超人嘢，冇错，系新嘅低啦，第二弹卡出咗，咁呢个咧就系第一弹个盒嚟嘅。今次第二弹就喺呢一度，今次咧有一啲卡咧，我哋之前都有，好多特别版啊，买 CD 送啊嗰度咧都有卖咯，好似自己好似蠢咗咁添，嗰阵时就左扑右扑。咁另外今次仲有一啲卡咧。是全新的，竟然有一张呢估不到它会出的。那我现在我展开个盒先。好啦，盒就搞定啦，打开看看什么封面。今次的盒背就是这样。盒正面就是没错啊，就是有 Bulisa 那张卡啊。哇哦。好，现在看看先。那入面有两沓。已经有博士机械人嗰张啦，之前又买埋博士机械人嗰个变身器先拎呢张卡，咁啊有新嘅贝利莎啦。咁今次一沓卡睇下有几多张先啊，睇下有冇写到。咁今次咧系65张嘅，咁上次个蛋咧就有69张，上次第一蛋咧又多5张卡。咁啊，而家睇埋啦。我睇咗呢一沓先啦，我哋啊，博士机人啦，之前我哋又试咗啲星效，哥莫拉、月光怪兽咁啊，又有啲新怪兽啊，之前都已经有晒。呢张咧就系新卡嚟嘅，超人 J 嘅呢个形态，呢啲全部都要试嘅。呢张就超人王形态又有噶啦，咁啊，我哋抽出嚟试下先。呢、这、一个啦，最终形态超人之最终形态，呢张都有呢、这个。之后 Red Bull 噶，佢哋 Bull 啦，有个紫色又要试 Red 啦，啊呢、这个唔系 Red 添，呢、这个系啡色嘅，又系新卡嚟。Red Bull 紫色呢个就系、是、啡色，呢、这个合咗睇啦。依、这个加埋 Happy 姐姐啊，合体啦，泰加最终形态有啦，泰加，大家依、这个都有、这个、有啊，依、这个依、这个喺嗰阵时饼干卡都有嘅，超人二 set 啦，二 set 依张又冇，我记得好似有，咁啊睇咗咧，依一张咧系都系有嘅，之后依张力量形态有啦，依、这个魔法未来形态有啦，依张。呢、这个强化形态睇下有冇先，我哋望下，有即刻揭本簿都有，但系咧个动作就唔同咗嘅。咁啊，之前嗰个形态嗰张卡咧个样系咁样嘅，只手咁啊，今次咦唔系喎，一样喎，哇都系有嘅。咁啊，呢一个黑暗光明啦，咁啊都有嘅，得呢个有有。依啲都有啦，誒依嗰啲係超人 seven 嘅朋友，依四張咁又係新卡嚟嘅。咁啊，咁左邊第一包咧已經有依四張啦，超人 J 啦 ，Red Bull 啦，各四張，總共咧依度有12張新卡嘅。咁我而家即刻攞個變身器試下，咁拎咗渣版嗰個先啊，原本 DX 版睇下會唔會有聲效先。
都播到喎，估唔到，我以為佢會播唔到啊。咁我係拎翻真正嘅 CSM 版變身器，依、這個就是 CSM 版變身器啊。咁後邊冇咗啲螺絲窿，咁就係睇下會唔會有多啲聲效啦。咁我哋之後全部都會用一個變身器試。好，咁之后试第二张紫色，好，下一張強化咗用 red 嘅，今次係 red 用呢個啡色。下一個紫色，好，之后我哋而家试超人之呢个力量形态。
下一張。得一個聲效，估唔到。哦，依個有依個超人爸爸嘅能力。好，之后咧到呢个超人 G 嘅最终形态啊，弹吉他，好望下佢嘅声效先。好啦，之后我哋试呢就係、是、超人 Zero 几个好兄弟。啊，呢、這个啦，火焰海贼。哇，咁短嘅声效。好，下張有速度嘅。下一張機械人。另外一個機械人，
咁左边嗰沓嘅呢啲特别卡啊，咁我哋又试晒，咁而家到右边一沓啊。哇，首先第一张系 Blisa， 一定要试啦，咁咪睇下先啦。有呢个啦，女超人我哋都有嘅，之前试过啊。迪迦嘅速度啦、力量、形态咧都有啊。呢个系蒂娜，蒂娜嘅力量、速度都有嘅。咁呢一张咧就系新卡嚟啊，佳亚呢个系 V1 嚟嘅，应该就系。咁我哋望下，以我记得就系一张新卡。好啦，咁样睇翻咧，呢张都系有噶啦。咁啊，再睇下。咁呢个阿古露都有，之后呢张呢张都有，呢个梗系冇啦。呢张咧就系一个新形态嚟嘅，阿古露嘅力量形态新卡。咁呢个有力斯呢个初始空白形态，咁啊系新卡嚟嘅。咁呢个泰坦有啦。之后呢个高斯，我睇翻先啊。高斯就系咁啊，呢张咧高斯就冇嘅。呢一张又系新形态，嚟紧会出公仔嘅，又系冇。呢张又有饼干卡。之后呢一张，呢一张对下先。咁样超人 Justin 咧又系新卡嚟嘅。之后呢个就系、是。咁梅比斯一张咧都系有嘅，之后呢两张就真系经典啦，超人之超人 CEO 啊，呢两张就系我哋买碟嗰阵时拎翻嚟，系应该就一模一样噶啦。啊 ，sorry 啊，睇翻呢张超人 Justin 已经有噶啦。咁啊，呢两张咧超人 Seven 咧就对翻，系真有，就系正正咧就系我哋之前一模一样嘅动作啊，呢两张系有噶啦，有嘅。呢一张都有啦，咁呢个贝利亚有，咁啊银河胜利咧又要望一望，咁银河胜利咧都系有呢个咧就系买三副鞋物送嘅，咁然后呢一张咧就胜利银河又系有啊，呢个强化 X 最终形态有，咁呢个装甲版 X 咧我哋就新卡嚟嘅，咁之后超人哦又要望一望，呢张我记得系有嘅，咁呢张咧系有嘅。依张咧就冇嘅，依一张又有，依张咧有嘅，咁依一张都系新卡嚟嘅，咁啊新卡咧就即系有依一堆，新卡有依一堆啊，一二三，咦捞乱咗添，等我整一整先，好啊整合翻啊，咁啊有依一张啦，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张，咁我哋又嚟试卡啦，咁啊试咗呢个先啦。好阿张，继续都是超人恶，呢个是用了超人太郎嗰个力量形态。
之後超人 X 啊裝甲版，之後到佢阿古魯，這個就是最新的劇場版形態，有埋力量形態。即是超人高斯，這個差不多最終形態的了，有這個力量和有速度。繼續都是超人高斯最終形態，到最後一張啦，亦都係呢個系列完結嘅代表 ，Ulyssa， 即係新蒂娜咧，就已經所有卡就出曬啦。竟然讀唔到嗰張卡喎，咁啊再睇下入邊有冇聲效啦。係冇布雷莎個變身聲啊，即係 Ultra Hero。咁我哋拎翻 DX 版會唔會讀到咧？我哋而家試下，應該。
CSM 读唔到 ，DX 都应该都读唔到咯。我有啲失望，以为会录咗 Blisa 嗰个变身声。一样啊！哦，真系根本冇分别，有啲失望啊！呢度就真系好啦。咁啊，我哋今次咧已经将所有新卡已经全部开晒啦。咁啊，呢个系列都完结啦。希望大家会继续欣赏我哋其他嘅超人片啦。我哋今条片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 ，goodbye。